谁可以救他？我一辈子就救他。各位勇士，请迅速搜集物资，准备对抗年兽。 年兽将要出现，各位勇士请迅速转移到安全区。 小心，年兽即将出现。 勇士在限时内击败年兽。
等一下，野兽发怒了，大家小心。岩兽即将发射雷电，注意左钢桥。不要怂，一起上！岩兽即将发射雷电。注意躲避光球。野兽虚弱了，快集火。有点点。你想想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我自己，你等一下。注意躲避光球。Thank you.